这个视频咱接着学习盐的水解特点。你还记得弱电解质的电离吗？其中多元弱酸分布电离，而且一步比一步难电离，所以主要写第一步。比如碳酸的电离方程式分成两步，第一步是碳酸电离出氢离子和碳酸氢根，第二步是碳酸氢根电离出氢离子和碳酸根。那多元弱酸盐的水解方程式咋写呢？同样的道理，也是分步进行，一步比一步难水解，以第一步为主。比如碳酸根离子的水解分成两步，第一步碳酸根水解生成碳酸氢根和氢氧根，第二步碳酸氢根水解生成碳酸和氢氧根。第一步水解比第二步水解程度要大得多，为啥呢？咱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。首先，第一步生成的氢氧根离子对第二步的水解会起到抑制作用，所以第二步的水解程度小。其次，第一步水解对应的弱酸是碳酸氢根，第二步水解对应的弱酸是碳酸，碳酸的酸性强于碳酸氢根，之前你也学了越弱越水解，所以第一步的水解程度要远大于第二步。既然这样，你在书写多元弱酸盐的水解方程式时，只要写出第一步就成了，第二步非常微弱，很多时候可以忽略。刚才咱说了多元弱酸盐的水解，再来看多元弱碱盐。你还记得多元弱碱的电离吗？不用分步，只需一步书写。比如氢氧化铝的电离方程式就是这样的。同样的道理，书写多元弱碱盐的水解时也不用分步，比如铝离子的水解方程式就是这样的。是不是很简单呀？好了，再来总结一下，写盐的水解方程式时要注意，多元弱酸根离子分步水解，一步比一步难，以第一步为主。而多元弱碱阳离子的水解在书写时不用分步，一步书写就行。别忘了书写盐的水解方程式时不用画沉淀和气体符号，但必须用可逆符号。好了，现在你会写水解方程式了吧？另外，你还要学会辨别电离方程式和水解方程式，比如这三个，你知道它们分别是什么方程式吗？可不要以为方程式中有水就一定是水解方程式，因为氢离子还可以写成水和氢离子，遇到了它就要拆成一个氢离子和一个水分子。那第一个方程式和第三个方程式中，水和氢离子就要拆成氢离子和水，然后方程式两边各删去一个水。现在你就可以判断了，第一个方程式是电离方程式，第二个是水解方程式，第三个也是水解方程式，搞定。小样，别以为你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，哈哈，快去刷题吧。